今天吃了金枪啦。这个死囡仔过一工店苦难，不知该啉几罐，搁过了又过倒，死囡仔。哎，起来！我吼要带因来去后山买一挂药草，啊，你甲文辉哦店咧过好呢啊。文辉，哎，透早就偏少无看人啊，老的家己过较妥当。啊，无也是要敲电话叫英雄倒来斗过。啊，别，诸葛亮放空城，老神在在。哦，少年拄外口招状欢笑，出头的机会嘛无一定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上过拢不要紧啦。阿君吼，可能爱买阿妈才会转来哦。哦，阿你要顾好呢。好啦好啦，来来来，阿婶，你阿伊山路骨骨吼，流水都烂过哈。啊，然后迄个药草吼，食了鼻腔会缩小，也是看因大伙再烤我转来，我食看麦。哎，阿姐啦，啊，你无用啊？我真用的，哎，你真无用，逐工来报道。今仔日有啥物小弟爱甲你好啰嗦？哎呦，讲安尼，袂输咱无熟识嘞，等下。嗯。冇念。啊，正拄好拄好出去嘞。哎呦，那安尼正拄好啦，无采我安尼去下港哦，甲阮老爸安尼用强的硬甲拖来台北嘞。我正好来用强的。好多啦，为着恁这家口爱保养嘞。来来，那五毛弟来，你先签来来。啊，我。喂，干嘛的？啊？套条出桥，套条出桥。哦，我出来好，我谢谢。阿达，阿达，你唔得先请别个来。你点把过来，我来陪你讲。好啦，哎，阿达，哎，阿文，阿达哪样呢啊？阿达，这景点我是要有到过去呀。阿过到这，那是要咱陪我来呀。放心，我过我就往过啊，哪里？暗时大院，安那在遮游香百会。我讲不要紧，我着去出去啊。阿弟，怎个厝啊？无面通转去啦。你自做囡仔，到即马，逐摆出错拢嘛恁爸了你。来啊！出门来。抓我再去做工。嗯，你太个戆戆，唔拄好恁爸陪我开空，起来啦。我咧上厝。你也较细腻个呐，万不得伊闹啥物三长两短的叫个，妞妞是变咯。但你是咧乌白讲啥？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三长两短？我知，大家拢讲三长两短啊。讲互你捌吹手好拍甲，三长两短是咧讲棺材。嗯，但棺材拢嘛长个闹短。啊，唔只讲你唔捌呢？迄棺材有无？棺卖算，伊是毋是三短长个棒？啊，再佫插两短短个棒前后，迄叫做棺材。啊，棺材挂咧。算在咱中国人的风尚啦，伫外口意外死亡，袂用个砍挂，爱光长啊！天，你好有学问啊！不是我有学问，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讲闽南语。先煞大家做一个机会教育，安尼知无？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啊，你店面边有头路安尼？什么头路？种鱼虾。别别别，慢慢删了，别讲。天，我可捌听人咧讲什么的？七上八下，迄啥意思？英红，我再甲你讲。哎呦，哪当个英红？啊，都黑小妹。啊！大哥，快点，大哥。行行行行，我有我说不起呀，行行行行。较细个，好。是讲 Two，
你敢有影吼，是为着要闪一只狗啊才出车祸？当然嘛是，你都唔知道，你有听人讲无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啊我呢吼，若无打动那只狗啊，就咬过啊呢。我呢目睭金金看遐，伫我头前啊咧行过到后壁，我过来时已经看到车，嘣！哎，不过我是咧怀疑讲，你敢那唔是咧看一只狗呢？应该是咧看迄个看狗的查某人。我跟你讲，迄个查某哪有看狗？是讲要看我工作有富人的款。李天爷啊，你油菜哦，妈兄好啊，啊，搁有一碗迄个油菜粥哦，是要留了啉的，无啉啉免洗洗。哦，别，医生讲吼，我这袂反动，这工作我来做。李天爷，但是咧气安怎呢？这大声着我伫灶脚头听的呢。妈，哦，你敢不知伊啥人出车祸？我不是讲为着闪一只狗啊！你敢捌看过穿迷你裙的狗不？你真正是哪有屁事呢？你呀，你的查某囡仔跟真正水到互你看到出车祸。你想好点点哦，啊，若无我就一瓶五包，你加起来一千。我你八千啊！好啦，我给你万二啦，好不好？还是过得耍啦！哎呦，快乐的家庭啊，大家笑眯眯，庆祝透透的平安无事的啦！阮迄个帅哥爸讲哦，明仔载要去公园跳迄个土风舞，啊，看你有闲通去无？哈，恁爸回来啊？哎呦！嗯嘛，啊，等你交代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无做？拼生拼死嘛爱做。啊，你当时变到这听话，啊，我呢拢唔知啊。嘿，我想讲你的心肝是去予狗剥去啊。嗯嘛，你哪通安尼讲？我敢这款人。陈家啊，啊是有啥物代志爱接我过来？啊，无啦，哪有啥代志？我是吼来关心恁大家啦。哎呀，啊是安尼啦。啊，对吼，有需要看我这个专业的人士，甲恁斗三工无安尼啦。啊，对对，他就透抽啦。这摆出车祸，伊大脑对我的保险哦，干那领这个保险金哦，吃到当尾。春高姨啊，敢有影我衰到都爱靠保险费来生活？讲迄有影，听袂落。三八交的，但你嘛较差不多的。啊，我出的问题你都还袂想出来，你佫想要来甲阮要保险哦？无啦，这，唔嘛，你讲两层，上起码我嘛做一层，搁一层哦，啊，搁伫个头壳底咧想。安尼啊，啊，无啥，无用做你啦，无啦，我逐规工嘛用用，啥物咧无用，唔嘛，啊，咱两层有做一层嘛袂歹啊，百货公司嘛有咧拍折，怎么你无拍折一个？哎呦，目睭小眯一个，准会着过啊啦，无法度啦，歹势啦，啊，着这吼老大人哦。目色较歹，无法度准啦，嘿，无法度。嘿嘿，小来啊，啊你嘛少甲恁母啊讲一下，啊你上是这么真精美。无我代志啊。无啦，哎呦，十八娇的啊，免他妈你塞奶啦。我来讲啦，你若买咯，来用阮这口罩的保险哦，真平的。哎，来，恁家囡仔来，哎。先煞甲恁哦机会教育一下啦，人迄古早人啊，是安怎讲？即厝内面啊，一定爱有老的，爱有中年人，爱有囡仔人。即意思就是讲，爱有老大人的即个智慧甲经验，互细岁来做参考。啊，若即老爸老母呢，是互即囡仔做依靠，互即囡仔哦会当放心啊去冲去拼，安尼知影？阿妈。你讲什么，我哪拢听没有？听没有，不要紧，阿妈佫甲你解释。
对，参照这摆吼，这透抽嘞，伊安尼吼要拍拼事业，咱这时代嘛是拢甲伊安尼吼鼓励，吼，要不过嘛是甲你讲爱细腻哦，啊，伊都安尼放心去冲冲一个过头，哈哈哟，刷嘞头路也无去，啊，就爱去赔人个迄落修理车的钱啦，哎。安尼，即久就爱恁老爸出面来甲切卡床啊啦！安尼，你做代志就是安尼啦。了解。对啦，是讲即个妞妞发烧吼，迄阿妈挂号呢，去办咧药草啊，互妞妞食，而且佫洗洗浸浸的了，哇，真正退烧呢！这就是心灵的智慧甲经验。安尼就对啊，哎，等阿妈啦，好不？有有事，面临讲再个。好啦，我阿爸讲说有事，我讲无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哎，睡觉睡觉。哎，无啦无啦，等下。哦，我即马讲了长些拍，啊，今年已经开始讲吼，来，讲我大底吼，大家听啊有诶，你来知影呢？人讲吼，友好就会感动天。参像较早有一个孝子，足友好诶，伊甲因老母两个人安尼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因的老母向讲阿囝，我想要食竹笋呢。迄个时阵是寒天呢，寒天边哪有竹笋啊？但是因囝嘛讲好，阿母若要爱食竹笋，我就来去找竹笋。足寒出去，安尼一直行，一直找，一直行，一直找，行到溪仔边的时阵，啊娘话，规个溪拢已经结冰的啦。安尼是安怎？人伊嘛是安尼衫裤脱两起来，去披在迄个冰的顶面。屁一句，哎，这羊伊啦，哎，鱼啊跳出来，好伊欢喜一个，迄鱼啊呢，很老啊，好安尼，迄只迄尾鱼啊呢，摸哦，去摸倒去厝内煮因老母食，伊老母食完了讲，啊，嫌我忝啊，想要睏呢，老母啊，等呢，哎呦，迄棉被啊黏叽叽哦，阿囝来去甲睏哦，小只互阿母睏，哎呦，紧紧捂捂哦小。我烧了，就请阿母去睏。哦，因阿母安尼睏得足爽快。第二天睏起来，哇！因阿母煞哭哭嗽，一直嗽，一直嗽，才知影讲去治着这个什么百里嗽。哎呀，百里嗽哦，我讲过呢，你若嗽，明啊嗽，嗽啊，就要着黑姑啦。哎呦，这个孝子哦，安尼嘛，安尼我要烦恼死啦！结果伊安尼半山过岭，安尼一直吹，一直吹，一直吹，去又吹到迄落二伯乡呢。你一个开头讲德顺，啊，到尾安尼德顺呢？伫冰箱的啊。哎呦，啊！等我食到遮侪岁啊啦，我食盐哦，凭你食的饭啊，我侪咧，什么奇奇怪怪的代志我也唔知，你做你讲。啊，你敢真是咧知？愈重咸愈好啦。你俗愈知啊啦。俗苦。我媳妇当时白暗话，我哪会唔知啊？那我唔是咧讲你媳妇俗愈啦，那我是咧讲诶哦，装水水。有气质，佮盖个相，会查某人。哎呦，害我错一个。我想讲奇怪，我媳妇啊，不是歌星，也不是艺人，也是要去人办甚物暗会？啊，是讲这个小露姬啊，是甚物碗糕啊？其实吼，淑女之夜就是一种地下舞厅，啊去参加的小露吼，拢免开半仙银哦，啊，唔只叫做小露姬啊，切，拢免钱哦。哎呦，阿恁讲我要跟恁来去，笑要死啊！你唔好笑啊！叫来阿妈，我跟你讲吼，咱去参加淑女之夜吼，不管查甫查某，拢有目的的哦。有啥物目的？哎呦，这足明显的，你想看卖嘛？迄入场的查甫爱开钱哦，啊你想嘛，因开钱是为要创啥？当然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因为查某吼，迄明明就知影臭查甫吼，就是对因有企图，搁要去。你想嘛，因这是什么心态嘛？哎呦啊，娘喂，手袂计较，那是咱要去翕相翕相。我唔才甲你讲，你袂哈。
啊，不过听讲吼，虽然大部分伊的亲哦，啊，不过嘛有人拄到甲伊的结婚的呢，啊，人因过到足幸福快乐的呢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干嘛呢？啊，你若要去，再甲我招一个。好啦好啦，别行行，来阮兜泡茶。啊，好啦，好，先去泡两桥，来来来。新的巫婆，我打你！安尼，靠腰啊！你看，这是公园的，这是公园啊，笑死人！啊，敢那跳舞来，笑死人！来啦，最新的啦，来啦！靠，死石头！我面前都给你画了票。啊，咱是一对人人心间的金童玉女呢。哎，多，卖个土啊啦！啊！你若讲看到，唔多人讲你有心呢。你才你有心呐、啊！小美女，哎呦，我就知讲哦，你内心是足爱我的。你不顾考虑讲你的家庭，那个惊遐囡仔是谁？你上惊是惊遐厝边头尾讲你的闲话啦。啊！你才自从你安尼家己包装起来，哎呦，你卖阁歹势啊啦，放我自然就好啊啦，哈。你无听人咧讲人生如戏，人生如梦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唔卖考虑解遐济啊啦，来来，我听吼，有一块录影带，最新教人跳舞的舞步，你摕转去放落看。我先教你对跳舞就有兴趣，啊，你有兴趣哦，我才找你来参加迄个跳舞的舞会。那迄个时阵我就是王子，啊，你就是灰姑娘，吼，再见，拜拜。灰姑娘，哎，阿天阿爹啊，我讲哦，我是公主，你是乞丐啦，欢喜就好。唔正搞。气死！母啊，像这里啦。煞唔知啊。迄、那个死石头，你臭石头，你个唔食石头。阿囝，我来讲哦，你甲钱仔讲，叫伊迄个唔食丈人包哦，较差不多，较歹食哇。也若无，我绝对要让伊好看。你是不要点小小气。啊，这款代志我是要来甲钱仔讲啦。我甲讲，伊嘛对帅哥包无法哩啊。无法哩，好。伊若无法哩哦，不要紧，伊就莫让我拄着。伊若见我拄着一届吼，我就甲伊鞭打。无啊，这个眼前也无地带啊。再讲你石头鳖吼，有当时啊看是脱线脱线，但是我感觉伊做人真趣味啊，不管是拢安尼笑开开欢欢喜喜啊。嗯，迄是咧地空地笑的。人生吼，有当时啊地空地笑嘛袂歹啊。我嘛希望看到你逐天安尼笑开开。哎，无叫来啊？无你即摆是安怎样啊？哎、欸，啊！你意思唔着讲我那爱不完安尼地空地笑哟？吼、哦，你都唔知嘞哦，迄、那个唔食石头哦，安尼甲我戏人嘞，哈、啊！竟然看到我哦，就叫我什么小明明啊，小明明啊，娘喂，唔知的人俩准讲我甲伊有啥物关系嘞？人认真讲个哦，伊真是伫迄落戏人我这个娘家户。嗯，有这严重哦？哎、欸，唔敢咪，石头伯对你有意思，大家啊做一下朋友嘛，袂歹。卖他妈你连笑话好无？有啊，那阮爸过身遮久啊，啊石头伯也无往啊遮久啊。啊，恁做好朋友嘛无啥物，就算讲以后变做互相照顾的老伴，无人会讲安怎？你这不孝子啊！无你即摆是安怎样？你嫌这母啊老啊，定地互你负担。出去哦！莫有这意思啦！无彩，无彩讲哦，恁老爸遐尼早就死啊！我敢你这个孤囝尔，我咧辛辛苦苦甲你养到这大汉，你竟然甲我讲这款的话！我咧讲啦，我若要爱喜欢哦，
我五十年前我就去教我啦，唔免等我一句啦。若讲即摆是清朝时代哦，凡是皇上会阁颁我一块匾，贞节牌坊啦。哦吼，迄皇上颁贞节牌坊给你，安尼我算好处哦。皇上应该甲我召见一宫，我做一下官嘛无一定。我见过你哦，你若阁甲我讲这五四三的哦，我就绝对哦，就离开出走。